纱窗上面全是灰尘污渍，脏死了，每次拆下来清洗腰酸背痛不说，还要一个小时。自从用了这个不用拆窗也能清洁的刷窗神器，60秒轻松搞定，只需要刷一面，屋内屋外两面都干净了。软毛倒钩设计，能刷到纱窗的每一个角落，刷之前记得喷点水，灰尘就不会飘进家里，还赠送加长手柄，不用踩着椅子也能够到窗户，安全放心。用水冲一冲，洗完就跟新的一样，一刷多用。擦镜子、擦玻璃、宠物掉落的毛发、床上、沙发上的头发、毛絮，轻轻一刷，给你刷得干干净净，省时又省力。平时不爱搞卫生的，一定要买一个。现在我们厂家直销做，方不方便您试试就知道，不好用不要您一分钱。喜欢的朋友点击下方详情就能购买。